就觉得我好累好累，很压抑，真的很压抑。那为什么压抑呢？现在我们的家庭比很多很多家庭都已经好很多了。现在，那你不觉得你比你这个比较多好吗？其实是因为那天早上送了小孩去学校，小孩子很不听话，感觉自己出来工作那么多年，我在他们5个月的时候就出来工作了，然后到现在感觉家也没顾好，小孩子也没顾好，钱也没赚到。跟他说我要抑郁了，然后他就开始安慰我，就是挺感触的吧。现在也打算把工作放下，准备回去带小孩。